哎，这几只鱼才能抓到猫咪啊？我有一只就有，一只就有了吗？对啊。好，那我再钓一条，四条鱼，哎，四次机会，一定抓得到。猫咪，我来了，看到了，在玩水。那我要小黄猫，抱歉，白猫你不要，看起来脏脏的，橘猫比较可爱。啊，你可以打掉了、啊，就是看要给他们在那边生宝宝还是交易？他们这样就会生吗？你要开始给他们繁殖吗？还是要下次？看你吧，我们要。为什么又看我？感觉下次了。对啊，下次哦，那我先准备一下。没中。哎，鸡蛋不要一直先丢掉啦！我要盖那个鸡塔啦。是谁丢鸡蛋啊？自首。哦，不会，不会，不是我啦，我在喂猫。不玩游戏啊？就他那时候，一直想要加入那种类似魔像的。别跑，吃鱼，吃鱼。猫怎么那么难抓呀、啊？哈哈。为了惩罚你，村民繁殖给你了。哦，龟龟，你会盖吗？鸡蛋不是我丢的，鸡蛋不是我丢的。是啦，我们在运的时候你跑掉了。哎、欸，我这边有这个切石机，我找到了工作方块了，我把切石机拆掉啊。好啊。哇，还有一堆黑曜石哎。哎呦，冰桶挑战，黄金马凯。好，黑曜石。砂轮机我也敲一敲，工作方块我全敲。好了，我要回家了。要盖地狱门吗？我有十个黑曜石。有了、哦，我有十个黑曜石啊。哎、欸，家里处理一下，这火把没擦干净，处理一下。哎，猫咪不要这么喜欢踩箱子好不好？你把你的猫带过来，苦力趴在外面。来了来了，在哪里？铁厂换太快了。来了。哎弄他！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拿我小咪的生命在开玩笑？他爆了，我的小咪要是有人分享两百，白痴了！你把他弄家里面的啦，白痴！这下怎么办？有低能儿怎么办？你去处理啊！你把他弄进去了。哎，白痴，小咪在那边，他不敢说。你是白痴，你为什么把猫放那里？你他妈，你为什么要把它弄到家里啊？出来了啦，出来了啦！他又回头了啦！你不是你不要再吸到他，你不要再吸到他仇恨了。先把它处理掉好不好？那个可怕的东西。走了没？他要走了没？啊？他要走了没？他还是会回来啊！你的猫根本没有用，把它剁啦！你才没有用，就把它剁了。没用，它就早就炸了。来来来来，去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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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？去打我！仇恨是你，仇恨是你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有偷摸他哦？没有啊。那怎么仇恨是在你身上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他妈你在没用，你超没用。打火机要碎石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我们家没有挖到吗？我刚不是下去的时候有挖到。碎石一大堆啊！啊，我们家对面就有了啊。我去挖。我你要这么亏贼哦？那么晚上哎。亏贼。做个毯。亏贼呀！什么亏贼？我要赶快做地狱门出来啊！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去找制图师。我今天真的好想看到那个东西哦！为什么要去地狱找一下制图师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只想拿地狱门当装饰而已。哦。而且我也想挖那个地狱石英，升级好快，前期那个升最快啊，切石机。而且搞不好我们一进去就有那个，没有那个是那个村民的那个工作方块。哦，那可以那个啊，他可以拿就业。你可以用很多石制品，很省材料。我觉得我们需要在外面也有个工作台。嗯，有什么工作台？要啊，肯定要的。你可以盖啊，工作台你就到处乱盖又没差。嗯，求鱼呼噜声。好了，我拿到赖打。要把门盖在哪？门已开启。看你啊。嗯，随便盖。你现在要去地狱哦？没有啊，我就想盖出来爽而已。啊！你是点歪了，差点烧到自己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耶，解成就。进去地狱碉堡。没有，呼，还行哎，哇哦，还行，呼，有碉堡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你敢瞪那只安德吗？瞪完他以后，赶快回去的话，他会追回来吗？不会，我瞪了，快跑，快跑，要死了，要被扁了。他追过来了，回来了，不会、欸，是我妈的！干，你去死吧！操你妹！你在哪？扁他，加油！来不及了，我要死了！你在哪？啊！再一拳击落！在哪里啊？
不是你他妈玩了几年的 Minecraft 了，你他妈会被这个骗？你是不是脑残啊？你一直瞪着，不要离开他，也不会动哎、欸。完了，我找不到我装备了。那天怪人教我的。哦、有啦，在谁下面有没有看到啦？哦，回主世界了是不是？好笑，玩了几年了，还会被这个骗哦？就你是不是？就你是不是？就你是不是？干干干干干！再死一次咯，来啊！好了，我来帮你了。来啊！哎、欸，靠腰！哎、欸，去哪里了？来啊！跳斩！哎、欸，哦，他搬石头哎、欸！最近不是在玩另外一颗 MOBA 游戏吗？你说那个封测结束了？哦，你说那个嘛，对不对？漫威的那个。漫威的，对、欸。跳远金哎、欸，断！天津石这个时间点用得到吗？你可不可以放我、啊？附魔啊！我死了！我死了！我死了！哦，我的卡比说要睡觉了。你的阿金？对，我的阿金现在是大师级16等了。大师级阿金。所以我要继续钓鱼吗？不是，我要先把村民弄过来。我今天想看到制图师。地下城会是一个要传送的地方吗？要传送的地方？不是啊，就是他就是你挖到他就在那边啊。对吧、啊？跟你不是说是副本吗？没有，啊、他是说什么？他说有很多机关，还有什么神怪砖那种，你要攻略哦。嗯，我就像是我们在玩一些那种小游戏那种之类的吗？我不确定。我们今天是想办法找到一个，然后下次过吗？找到一个，今天能过就过啊。哪来得及？干，我们那么强，白痴，我们这边每个人。Minecraft 都玩多久了？干，我最不会就是打东西了呢。你要我盖东西可以，打东西我不行。我对自己的还是有点信心的，好吗？对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还是有信心的呢。那感觉就要全副武装出发的东西。可以啦，我们一定要啊。不用啊，我们带床堆尸流不行吗？哇，你是说复仇者？像啊，像我们复仇者那一次啊，我们直接无限僵尸复活战术。那边有很多怪，我觉得我没有完全准备去不了，而且我们连无限铁都还没出来，铁巨人塔都还没出来。对啊，太急了，兄弟，太急了。看一眼嘛，我们看一眼，瞄一眼，瞄一下。哦、你找得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先盖塔，然后准备去。这个也有机会，就是在地底挖到，对不对？我去看一下它生成的那个。你去看啊，我真的没做功课，吓到我。没事没事，我去看一下，它叫什么？试炼之地。哦，它生成在 y 等于负40到 y 等于负20的高度。哦，砧板岩层，它是一个密室，34×34的区间，听起来还好。他们通常会在苍玉洞窟或是中午石洞窟的边缘附近生成。有、欸、旋风使者、欸，哎，好帅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它有很多怪、欸，哎，它会生出沼骸、欸、跟流毒，还有旋风使者。谁偷扁我？他妈，我有两个萤幕啦，在那边啊，还躲？什么？我在喂鸡？干嘛啊？啊！哦，人把家里弄炸了，没有没炸大家，是他藏在这里太阴险了吧？妈，我要在这里放火把，狗吧、啊！